上就会来了。拜师兄的抚育教养之赐，威武勇敢的天玄门剑士，就像当年的我一样，我想你一定也很想见到他吧。只可惜待会儿免不了是我和他父子相残的场面，这也是天意吧。可是为何平儿如此反对我的大计？这事这人事看似平和安乐，其实却腐败不堪，为恶为物横流，自私无耻之徒骗补，鬼的私欲无所不为，行径比妖魔还不如。这种人事存之何意，灭之何损？我让蚩尤附身，也是为了再造这个腐恶的人事。那懦弱无知的世人走出天庭诸神的宠库，和几千来的苦遭流亡压迫的地界之民共地真正的原始心境。可是难道我的想法错了吗？难道我所思所念的理想乡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？是啊，其实我也是在骗自己。什么缔造原始心境的大业，什么人间幽都两民共治的远图，都只是借口罢了。我真正所望的还是你能够复生一世啊。是的，就为了这个，我连蚩尤复生的后果也抛诸脑后。将来人是变成鬼哭炼狱也好，天地尽毁于神魔之战也好，只要我能再见你一面。然而我真能再见你一面吗？即使真的让蚩尤复生，他们来了。千魂之窟灵雀潭果然是在这里。爹，灵儿，你来了，顺便向你娘请个安吧。她看到你长这么大了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娘，难道沉在水中的就是？没错，这灵雀潭居于玄海正中，是整个地界的灵气承运之所。任何肉身浸于这池中，可保肌骨脏腑气血活络，与肉身长保不朽。当年你娘力竭而死之后，我拼了命将她带来此地，至今已经17年了。而灵雀潭中她的容貌如生，仍和当年一样。爹，你如此竭力保存娘的遗体，而涂抹让蚩尤附身，莫非是为了让娘？没错，幽都众民传说，若蚩尤附身，天地间所具邪气达于顶点，已经辞世的幽都历代长老便都将再次复活，领导幽都之民重回地上，建立昔日之国。你娘幽姬为第九代幽都之长，这是蚩尤一族的嫡传子孙。蚩尤一旦复生，想必他亦会随之复活，回到今世和我们父子团聚。爹，就为了这个无人能证实的缥缈传说，就为了你让娘复生的妄图执念，你竟然用全人世的百姓之名来换取蚩尤的复活，你可确知蚩尤复生后会有什么后果？那又如何？
当初商大派联手威杀我和你娘，你娘一劫而死，我抱着他的尸身逃到这里，也因为流血过多而倒在池畔。那时只觉得眼前的景象离我越来越远，但我还记得两派掌门的嘴脸，记得无耻出卖我的师兄，那是我心中的绝望与恨意，又有谁在乎了？爹，如今两派掌门都已伏诛，而师父事后悔悟在心，将孩儿收为徒儿抚养长大，恩同父母，一切的仇怨至此早都该烟消云散了，你又何苦执着于报仇之事？哼，反正本座再怎么说，你也都听不进去。本来念在今日是你和你娘母子再会之日，不想让你娘看到父子相残的局面，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这么做了。殷公子，小心！平儿，复活池有了良辰将至，不容你们继续在此捣乱妨碍，本座不再对你客气。你和你的那些朋友们，就好好觉悟吧。灵雀潭畔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所。爹，孩儿得罪了。等你转生成魔人后，再叫我爹吧。平儿，现在的你只有死路一条，拿命来。很好，很好，有人能和本座战到现在的，这还是头一遭，看来本座不认真点是不行的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正的好戏现在才开始，有多少本事就都拿出来吧。这是禁法天魔护铠。月儿，你怎么知道？以前我偷读师父的禁法典籍时，曾经看到过这则法术，此术可凭招凶神法铠于身，若得法铠之户，则几近刀枪不入，任何刀剑做法都无法奏效。但是常人一旦法铠平身，一招邪力实心而死，因此只有转生至死界的魔人或玄魔能够使用。小姑娘见识倒挺广博的，知道这护铠的厉害，够资格当本座的媳妇。看在平儿对你一往情深的份上，待会也将你转生为魔人好了。殷大哥，试用这天魔护铠后，还有一个后患，那就是邪力缠心之后，平咒者妖力大盛，连最后的一点人性都会丧失殆尽，变成全凭邪念杀意行事的恶鬼。所以咱们非得……我明白，咱们非得尽快打倒他不可。可是，要如何破天魔护铠的护身禁制？这天魔护铠的妖力邪气极重，寻他做法怎么对他无可奈何。看来唯一可行之计，就是用九夷天尊之剑来攻破他。石峰姑娘，你的意思是和观天台一战时一样，用运剑之法飞直神境攻敌吗？不过这天魔护铠威力不亚于当时蚩尤的护身妖华，未免神剑之事被护铠气劲抵消，一样尽可能靠近之后再发剑。而且天魔护铠能吸收周围阴气力魂，增强己力，这熏海正是天地间阴气集聚之所，倘若咱们哭得太久，
恐怕连神剑都破不了。天魔护铠的妖力，殷大哥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先到前面帮你料阵，你随后跟上，直攻剑邪本能便是。我明白，不过大伙可得小心些，咱们上。可恶，这黑色剑气实在太强，我根本进不了身。你这点剑气都撑不住，你们还想与本座争锋？之后天魔护铠的威力会越来越强，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。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，好吧，既然都到了这个地步，月儿，发乎无魂，朝夕珠魄，太欢神返，千坎何惧，灵台封裂，神魂共地。月儿，月儿，你别乱来。禁法，神魔封魂法，这小姑娘竟然仅限无身无魂，肝脑血肉为供，平请魔魂玄魄，即将无身神阙。月儿，不行。的有胆识的小姑娘，为了破这天魔护铠，居然不惜借用持有的法力。但即使你以血魂之系召回持有双魂，你的神阙灵官终属凡俗，不消多久便会被魔神力魂独占殆尽。那是你又是如何？我左思右想，要破这天魔护铠，非得借用持有的莫大邪力不可。在这之前，我可顾不了那么多。月儿，你，殷大哥，之后一切就交给我吧。这应该只是天法巫山灭法而已，为何有如此威力？身为魔人的本座，竟然经不起如此一击。殷大哥，剑邪身上的天魔护铠已破，我施这神魔封魂法总算是没有错。月儿，快解了封魂之法，持有之魂和你的魂魄融混，这是极危险的事情。已经太迟了，神魔封魂法是与神魔立约，献上自己的魂躯血肉为供，任凭来赴的神魔拼战，因此才会被列于禁法之理。为了借用蚩尤之力，我不得已清贫他的魂魄。如今这请神容易送神难了。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轻易妄用于禁法，为什么你非要牵着自己的生命？为什么？殷大哥，我无法眼睁睁的看你受苦，那比我自己受苦，更要令我伤痛百倍、千倍。我不后悔，为了你，我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遭受怎样的后果，我都不后悔。那我的感受呢？你受苦，我难道不痛心吗？傻月儿，我不能失去你，你明白吗？你明白吗？殷大哥，能得你此言，我已经死生无憾。即使我神魂尽灭，变成飘上天际间的浮灵上魄，我仍会等待有一天，再转身为人，在久远的轮回之后，再与你相遇。不要走，月儿。对不起的殷大哥，我不得不走。在蚩尤之魂夺占我的一切之前，
你放心，我会一并把他带到幻海黄泉去的。千百年间，他是复生无望了。有了我这种后代，他若临终有知，大概也会气得跳脚吧。月儿，住手啊！我求你住手！继武林呼天，反明出原始，亦九苍千层，还自在诸天，共无心无魂，善舞如阳城，自化入太虚。别了，应大哥，希望你将来还能经常念着我，念着我这个傻姑娘。月儿，月儿，你醒一醒，不要死，月儿！没想到那小姑娘平复蚩尤停魂之后，为了不让寄生，为谋魂独占，竟然不惜玉石俱焚，选择用三魂灭魄大法来自灭魂魄。连蚩尤之魂也就这样跟着灭散了。想不到，想不到啊，本座处心积虑计划的一切居然就这样全都毁在这个小姑娘的手下。爹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够了，这场妄自，这段丑怨全都让他到此为止吧。小翔，这一切不会就此结束的。就算此生化为尘灰，就算此魂四散破灭，这怨念与恨意也会永远长存于这天地间。不论等上百年千年，本座仍会等待报仇雪恨之际，让这世人永无安宁长久之日。这地震是转生魔人的剑邪，为了维系自己肉体的魂魄与不散，需得龙氏众多生魂，以填补神官灵雀的空缺。这些生魂同时也是剑邪力量的来源。随着剑邪一死，托付的生魂便一口气被放了出来。这些生魂和沉寂的灵气相互冲击，便如在沸油中滴水一般，令原本沉寂的灵障开始大乱，好像晃得越来越厉害了。好姑娘，你长话短说，此刻咱们究竟该如何是好？灵障护击之下，这冲击之力会越积越强，只怕这千魂之窟很快就会整个崩塌。不论如何，你赶快离开此地为宜。有好办法吗？此刻四周灵障太强，只怕任何飞升之咒都会失效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我念诵天法遥引天光，向天界请借神力救我们逃出升天。等我一下，我要带回凤姑娘的尸身，她是为了我而死，我不能就这样把她丢在这里。我明白，殷公子。
我们会等你的，你就快去吧。待会我们在南方的框框处会合。多谢，令公子，你别太伤心。见血已被打倒，一切又回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平静。在众人互道恭喜、共庆太平之时，殷建平却尚未从他的生命中最沉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。在突然间失去一生最重要、最亲爱之人的伤痛，他将风寒月和九夷天尊之剑合站在雪崖之旁，不言不语，不吃不喝，在墓旁守着。众人轮番劝说无效后，只好在互道珍重后逐一下山。只有角城快的韩千秀自愿留下帮殷建平张罗饮食。就这样，眼看着已经是第七天了。
殷大哥，殷大哥，仅仅是我带来的饭菜，您都只吃一点点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殷大哥，我也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是这样作践自己的身子，也于事无补啊。凤姑娘如果天生有志，一定也不会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的。殷大哥，就算是看在凤姑娘的份上，求你把今天这顿饭好好吃了，成不成？再这样下去的话，韩姑娘，你回去吧，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吗？这怎么行？我答应过大家要照顾你的。他这人顽固得很，光是这样子全是没用的。这小子的事就交给我吧。啊，前辈和紫凤大姐，你们来了。晚辈拜见两位前辈。你做得很好，不愧是神剑的命定继承者。在见血伏诛之后，上面那边经过报讯周旋，已经把十万天兵撤回阴天门，今后人间当可再保长年太平。这全多亏了你啊！前辈过奖，这绝非晚辈一人之功。晚辈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晚辈注定与神剑无缘。所谓神剑继承者余韵，请前辈今后再也休提。只要心中有念，何惧手中无剑？今后我将破魔余韵剑心法传你，再由你流传于人间诸法剑派。如此远胜单独一柄神剑之位，打起精神来，今后还有许多事要靠你来做。光是在这浮木伤神，那可不是男子汉该做的事情。前辈的一番好意，晚辈心领了。只是晚辈已经心思断念，今后只想在迟暮之前度过余生，还是请前辈另找高明吧。殷公子，你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。我早料到你会这么回答，殷少侠。事实上，我还带了另一个人来看你，殷姑娘。你可以出来了。是。小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为何一声告诉我？难道师父他天南师自从盘天里回来后就一命不起，药石往下，半个月前就去世了。他在病中一直念着大师兄，说他不但当年对不起你爹，也对不起一直拱进奉师的你。爹很后悔当初将大师兄逐出师门一事，在临终之前一再交代我一定要把大师兄找回来继任掌门之位，不然他在地下也不会安心。师父终究是愿意接纳我回本门，只可惜我没来得及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，这也是命吧。大师兄，凤姑娘的事情我听两位前辈说过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知道你不愿意离开凤姑娘，可是我还是求你和我回去继任天玄门掌门一职。不只是我，二师兄、三师兄和师弟们也总是都念着你，希望你早点见到你。大师兄，和我一起回望剑峰吧。大师兄，如果你不肯和我回去，我就在这里陪你。记得小时候咱们在后山练剑，有时你练发了性子，直到天黑还不想回去，那时我总是在小修那里等你。我知道就算等到月亮升上天边，就算等到夜宵开始在枝头嚎啼，只要我一直等下去，总是会等到你卷旗归来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愿意慢慢等。等到有一天大师兄回心转意，我们再像以前一样高高兴兴的一起回望剑峰，这样好吗？
明白了，小师妹，我和你回去。真的，大师兄，你答应了。小师妹，我从小就从你照顾，你不但凡事都为我奔波张罗，也常为我的莽撞无谋操心，闯祸事也都靠你。在师父面前说情，对我来说，你就像我的小妹子一般，和真正的亲人没什么两样。师兄，你还记得这些事情？如果师父还健在的话就罢了，但如今师父已经去世，再怎么样，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。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吧，而师父要有见证咱们的一命，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大师兄，谢谢你。真的太好了。林少侠，让你忙完了前任掌门的事情，我再去泰山传你剑术心法，到时候可不得由你推辞。前辈这番好意，晚辈也只有功难忍受了。紫风姑娘，晚辈等人有空，毕竟再前去竹林亲去拜访。林公子遗憾得很，咱们大概不会再有见面机会见面了。为什么？你要出外远行吗？这意思也差不多。林少侠，我就老实告诉你好了，紫风原是西王母座下的侍女之一，因为惹怒了王母娘娘而受贬下凡间之法，然而历经这些波折之后，王母娘娘又思念起他来，所以又下诏免去他的罪责。这回是他回天界之前最后一次来看你，今后天地两隔，你们怕是没有机会再见面了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晚辈一直觉得。林公子，对不起，这些事我一直没瞒着你没说，望你勿怪。哪里，这一路上可是全赖你的睿智博士之音，这么才能顺利完成此行。只是有时我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为何你知道这么多天上地下的事情？原来这乃是天人之事，我早该想到的。不过这么说来，莫非前辈你也是？当初他就是因为在王母娘娘面前替我辩护，才一起被贬下凡尘，算是受了我的无端牵累。如今他能返回天宫，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，少了一桩罪业，也不枉这些日子辛辛苦苦替我们到处跑腿了。如今诸事已了，我也得奉旨回宫了。宁公子，一起历险的日子我会永远记在心里，即使今后咱们分处天上人间，纵然不能真正聚首，但时而翘首遥望，在心中传世纪念，或可灵感相通也说不定。前辈，韩姑娘，那么咱们这就后会有期了。今后若有闲暇之时，还请各位不忘到望剑峰一聚。此事我会负责传达给大家的。林大哥，林姑娘，咱们下回见。林公子，请多保重，我们就此告辞了。林少侠，后会有期。大师兄，我们也下山吧。月儿，走吧。
爹，孩儿，孩儿得罪了。那不是九一天尊之剑吗？这柄剑已经在观天台断了啊，应该要封入人魂才能修复的。平儿，难道你……爹，请原谅孩儿不孝。哼，你接受封魂之意继承神剑那也就罢，然而你以为神剑就能奈我何吗？你该知道剑中封魂为神剑之气，以你这点修为的本座驱使神剑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难道你不怕剑断之后，你也跟着魂魄灭散？即使明知会变成那样，那个爹一意孤行，非要陷人世与炼狱不可。孩儿也顾不了那么多，或许孩儿的运魂竟受不住神剑全力施威。然而若引出神剑的全力，放手一击，就算之后剑断神命，却能够破去天魔护海的禁制，那么孩儿的伙伴们仍有胜机。爹，你做事吗？哼，你敢？你以为你的剑本座接不下吗？只要本座运气协力护理，加上天魔护海的禁制，你这一击根本伤不了本座分毫，只是白白送死而已。爹，孩儿别无选择，只有赌命一次，这就算是孩儿的死剑吧。平儿，本来希望你能成为本座的左右手，哪知道你冥顽不灵。好，既然你不顾性命，你要和本座作对，本座就成全你。爹，娘，请原谅孩儿的不孝吧。命大哥，不要。用别了，月儿。爹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刻意中箭？连天魔护海的效力也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平儿，算我输给你了，输给你这赌上自己性命的一击。我毕竟还是无法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送死，更不能让你和风姑娘步上我和你娘这种天人永隔的悲境。是我失算了，我以为转身成魔人的自己已不再有凡人脆弱的感情牵挂，哪知到头来还是如此。爹，孩儿，都怪孩儿无知莽撞。别自责，平儿，其实拜你这一剑之词，现在我的脑子清醒多了。爹，一点都不怪你，该怪的是我临死之际满胸的不平与愤意，一心复仇的妄执，是我的谈判转身为魔人，从此被复活持久的意念蒙蔽了心，做出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。爹，你别说了，孩儿这就过来为你治伤。平儿，别过来，好好听我说。其实可笑的是，我内心也对蚩尤附身的后果感到不安，心底深处常盼着有谁来阻止我，别让我的恨意和魔性越陷越深。还好天可怜见，由你亲手来让我解脱，这应该算是最好的结局吧。爹，平儿，你娘就睡在这灵雀潭里，我今日得能再次和她同眠，此生亦无遗憾，现在还不算太迟。你们快去玄海之地的九地之渊，以得阴阳双角天地双魂的蚩尤元神正在那里重造肉身，
只要天时一致，就算没有我心仪做法，蚩尤也会恢复三成的玄元正力。此后借玄海阴气养聚元神，不需多久也可真正复活。平儿，真对不住爹做下的这些罪业，如今要靠你来弥补了。但我和你娘在黄泉地府也会尽力庇佑你们的。爹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你和凤姑娘结为联姻，还一弄孙自负就更加别提了。凤姑娘，平儿就交给你了，希望你们能够平安幸福的相守。应大哥，我明白，送。爹，你安息吧，你吩咐的事情还有个一定办到。凭孩儿手中的九一天尊之剑，凭孩儿的这条命，一定要把蚩尤，一定要把蚩尤打入玄海之地。哎，说得好，如此英武豪气，这才像俺的阴贤弟。玄海之地，九地之渊，紫凤姑娘，那是在什么地方？据古籍所载，从此再往下便是。应公子，由小女子来带路吧。那就有劳紫凤姑娘了，咱们走吧。